郑奶奶，你坐在这儿别动，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。这瓶药滴完就可以了。知道了，医生。还有啊，如果你哪里不舒服的话，你请护士把我叫过来就可以了。哎，知道了，我又不是第一次做化疗，不用每做一次你都重复一遍。哎，你们这些年轻人比我老太婆还唠叨。好了好了，以后不说了，那我去忙别的了。嗯。 许医生，我发了心脏肿瘤的资料给你，收到了吗？我去看看，麻烦你了，阮医生。叫我小辉就行了，医院里面所有人都叫我小辉。哎，小明，你来看外婆啊？老婆婆的肿瘤很严重啊，肿瘤在海马回吗？在左侧枕叶的视觉联络区，肿瘤导致她对看到的东西产生了认知上的错误，所以在她眼里，你可能真的跟她外孙长得一样。 哦，那下次我休息时间就过来，当他外孙陪他聊聊天就行了，对不对？诶，快到吃饭时间了，你有没有约？Sorry。喂，叶医生，是，好，我现在过去。不好意思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哦，没有没有，院长找你，你快去找他。再聊。病人什么情况？病人18岁，有腹泻症状，有点发烧，体温38.2度，其他指数正常。嗯，慢一点啊。好，小心，慢慢靠着。你哪里不舒服？我肚子痛。帮你做检查，痛的话跟我说。痛不痛？痛。痛不痛？痛。痛不痛？痛。 痛啊，痛啊，痛！经期什么时候？上个礼拜五刚刚来完了。超声波，嗯。你做过的是什么微创手术？半年之前割过阑尾。暂时超声波没发现特别情况，我会帮你照腹部 CT 再查清楚一点。我的宝宝出院回家之后一直哭，我以为他是饿了，但是喂他吃完东西他还是哭。医生，我的宝宝是不是病了？肺部没有杂音，应该不是心肺问题。春哥，病人验血报告出来了。医生，怎么样啊？我们在婴儿的血液里。 验出了微量的安非他命，他这么小，应该不可能误食毒品吧？是，我的确是偷偷吸过几次。我怀孕的时候心情不好嘛，我不知道会影响到宝宝。你稍等一下。哎，王护士，陈哥，什么事啊？麻烦安排一下，把婴儿送去儿科，告诉他们这是一个 NAS 患者。 你放心吧，儿科会对宝宝进行治疗，不过我希望你留下来，做个毒理检测，看还有没有毒品残留在你的体内。嗯，医生，我是不是很严重啊？你之前不是割阑尾，是做了一个胃绕道手术。什么时候在哪儿做的？这个手术有可能阻碍了你肠道的蠕动，所以导致发炎。我会把你转到肠胃科，他们有可能会帮你做一个复胃手术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把你的胃和肠道恢复到手术之前的位置。不行啊！我当时花了那么多钱做手术，我不想变回以前那样。你不做的话，就会持续发炎，最后有可能会坏死。减肥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啊？ 但是，我明年就要跟我男朋友结婚了，我不想到时候大家说新娘是个胖妞啊。你再跟你男朋友商量一下，或者见完肠胃科医生再做决定。注射曲马多，等他好一点再送他去肠胃科。好。Vincent去哪儿了？一大早都没看到他。叶医生把他叫去了，不知道是什么事。不好意思啊，你说想升我当 COS？ 我已经通知 Martin 了，他没有意见。毕竟我们明城北 A&E 每年接收的病人是这么多公立医院里面最多的，增加一名主管医生管理这个部门，这很正常。OK， 这件事琛哥知道哦。哦，这是医院高层的决定，只需要医发局批准就可以，所以没必要知会琛哥。 我来明城北时间这么短 ，AC 还没当几天就马上升主管医生，这好像不大符合医院的规定。我跟 YT 的管理方针不同，我从来不管什么规定，我只相信“能者居之”4个字。如果你入职的时候我已经当上院长，我绝对不会委屈你。我是想说，一所医院有2个院长。 一间 A&E 有2个 COS， 你不觉得这样一来，医院好像突然冒出了很多山头啊 ？Vincent， 我觉得你想多了，多一个决策人去分担医院的事务，不是一件好事吗？其实就算是分山头也好，分派系也罢，最后谁要是没本事，就得下台。OK， 所以你的意思是要我站在你这个山头上？我只是想在工作方面跟你关系亲密一点。 如果你觉得这样算站到我这边的话，那就当我在招揽你。倒也是，唐明跟 YT 关系很好，他们在明城北很久了，很多同事都会真心站在他们那边。你找我这个入职才2、3个月的 AC 支持你 ，well， 也是正常的。OK， 那我一会儿就通知 Martin， 应该2天之内，医发局就会出一份通告，通知医院所有人你升职的事。啊，等一等，叶医生。 我好像还没有答应你啊。你还有什么要求呢？尽管说。我想你误会了。我来明城北不是为了钱。我这个人呢，只是很享受当一名普通医生，我很享受在 A&E 救死扶伤。至于管理层的事 ，sorry， not my cup of tea, right？ 没关系。 我也不会强人所难。不过我想告诉你，我让你升职，是因为我欣赏你有本事。Thank you。没别的事，我先出去了。Vincent， 嘿，怎么来10楼啊？找我啊 ？No， 叶医生叫我过来找他。哎呀。 A&E 的记录，我老师写的不清不楚的 ，so you know。那好吧，不打扰你了。All right。他在说谎。你怎么知道？跟以前一样，每次说谎啊，他的眼神就躲躲闪闪的。你还挺了解他的。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经常说谎骗你吗？喂呀，你别瞎猜啊！ 我跟他之间的事呢，我差不多都忘光了，只记得那些无聊的事。嗯，我知道你不会乱想的。我说过很多次，我这2个月要准备演唱会的事，不会接其他工作的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。不好意思，打断你讲电话。没关系，只是公事。对了，我的报告是不是出来了？是不是真的患上肺炎？刚开始我以为你一直发烧，是受到肺炎影响。不过我刚刚看了你的验血报告，证实是艾滋病毒阳性。我待会儿会帮你联络传染病科，需要转介你去那边接受治疗。不过你放心，医院会保护你的隐私。你生病的事，不必要的人是不会知道的。 你也有权选择不公开病情。我要立刻出院。那万小姐，病人绝对有权利选择是否接受治疗。身为医生，我不能逼你。不过你要知道，艾滋病的潜伏期，没有人可以预计。有的人出院之后7天就会病发，也有的人直到死那天也没有病发。不过，你不能把它当成伤风感冒不去管。 你要时刻谨记，这个病具有传染性，跟人接触的时候要非常小心。我会小心的。我刚才看了 Amanda 的验血报告，你应该有告诉她，她感染了艾滋病毒，为什么不直接转介她去传染病科，而是让她出院呢？我尊重病人的决定。我不是干涉你处理事情的方式。 但是你不觉得，不管是什么病，都应该要治疗，而不是放任不管吗？你说的对，不过有时候医生也要站在病人角度去考虑。Amanda 身份比较特殊，她放弃治疗，那以后的生活就轻松多了。明白。我会请总部的人加密 Amanda 的资料，保护她的隐私。Thank you。不打扰你，我先走了。不好意思，是不是妨碍你们聊天了？ 没有，聊完了，是公事，拜拜，拜拜。聊什么这么开心？他刚说了是公事嘛。嗯，但你向来都公私不分的嘛。你不是说要戒咖啡吗？你别再拿着咖啡在我面前晃来晃去。我哪有晃啊？ 对了，为什么要戒咖啡，还把红酒给戒了？想健康一点，不好吗？嗯、聊什么公事啊？他抢了 Y T 的半张椅子，他要不是我同事，我才不会理他呢。哦，没想到你跟 Y T 的关系这么不寻常啊！跟你才不寻常。我有独家消息。 你立刻安排几个记者去给 Amanda 做访问，直接问她是不是有艾滋病。啊，张小姐，你这消息是从哪儿听来的？如果我们随便问这样的问题，万一消息是假的话，我们就会很麻烦的。放心，不会错。跟我爆料的是 Amanda 在明城北的主治医生唐明。哎 ，Y T， 有名伤者头部受到重创，送进来的时候已经昏迷 ，GCS 只剩下3，所以请你过来。 Y T Vincent， 伤者情况怎么样？第一批升到180，但是 POSMAN 的只有45，左侧瞳孔放大，而且手脚僵硬，有可能是硬脑膜下出血导致颞叶受压，立刻帮他释放颅内压。我们现在先去准备一下 ，Vincent。来，去定手术室，等伤者 BP 降下来之后，我们就立刻为他做手术。OK。 什么情况？刚才给老人家做化疗的时候，他突然之间觉得不舒服，他说反胃想吐。接着我们马上停止疗程，但他还是喘不上气。怎么样，徐医生？肺部有 crackles， 他可能是对 MTX 这种化疗药物过敏，所以出现间质性肺炎的症状。 送他回病房，给他验血和照胸部 X 光。如果真是肺炎的话，就开破尼松给他。好，知道。手术刀。先开气。BP 180/100，Pulse 40。磨钻。手术刀。引流管。 BP pulse 多少 ？BP 140/90 ，pulse 升到60，稳定了。嗯，给他照一次 CT， 立刻送去手术室。嗯，我通知放射科的人准备。麻烦你了。啊，对了。 你帮我通知燕，要她去手术室准备做我副刀。燕好像在处理肿瘤科那边的病人，不知道能不能去手术室帮忙。那你帮我跟她说，可以的话，先把病人交给别的医生，因为她以前也做过这一类的手术，让她做副刀比较好。Y T， 你觉得这个手术我应付不了吗？我在手术室就帮不了你。我想问你，你做过多少次 TBI 手术？我看过你的资料，你专长是做 AVM。 我要燕做我的副刀，因为相对来说它更合适。我是脑科医生，任何跟这里相关的问题我都懂，就算 AVM 以外的手术，我也绝对不会比燕差。那好，待会儿去手术室你做我副刀。林女士，刚才老人家做化疗的时候突然呼吸困难，是因为她对新药会过敏。 所以出现了一种叫做间质性肺炎的病症，我们会让他停止使用那种药。那是不是替他换别的药啊？不是，我们会暂时停止化疗。为什么？是不是他的肿瘤出了什么状况啊？刚才我们帮他照了一次 CT， 我们发现肿瘤并没有小，也就是说化疗对他没有效果，相反肿瘤的范围越来越大，情况不大乐观。怎么会这样啊，妈？你还说做了化疗感觉好多了。 老人家，根据肿瘤现在影响到的区域，你之前的问题是不是变得更严重了？你的视力范围是不是缩窄了？是，旁边的我看不到。那，你的头别动，只要专心的看着我的笔。能不能看到笔啊？看不到。林女士啊。 你妈妈的肿瘤现在压迫到她的视觉联络区，影响到她的视力。以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可能1个月之内就会完全失明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，医生？如果是一般病人的话，我会建议他立刻做手术。但是老人家年纪太大，做手术风险会很大。其实不做手术也不见得是坏事。虽然现在肿瘤已经影响到他看东西，但是至少他当下没有太大危险。 哎，那好吧，我们不做手术了。不行，我要做手术。妈，医生说你年纪大了，不能做手术。我说我要做手术啊！哎呀，老人家，你这样的年纪做手术真的很危险的。其实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。我跟叶医生再商量一下，看可不可以换一种药帮你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不行，医生，我一定要做这个手术。 我外孙还有2个月大学毕业，我想亲眼看到他戴四方帽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赌一把，医生，我求求您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那好吧，医生，请帮我妈做手术吧。好，我现在去通知 YT， 让他准备做手术。不用了，我看了手术安排 ，YT 刚好要帮个脑出血的伤者做手术。哦，那老人家的手术谁来做？你做主刀。 我知道很多医生都介意做成功率低的手术，尽量希望自己的记录里没有“手术失败”4个字。但是病人年纪那么大，就算是 YT 做也不一定有把握。如果你拒绝，我做。有信心？没有啊，不过我不介意“手术失败”这4个字出现在我的记录里，而且 YT 说过，如果不做手术的话。 永远都不会知道能不能救病人。那麻烦你了，做完手术请你喝咖啡。我先去做准备。Amanda， 你别走啊！有传闻说你得了艾滋病，请问是不是真的？从医院传出来的，你觉得是谁说的？会不会是主治医生啊？Amanda， 你真的有艾滋病吗？啊，你回忆一下。哦。怪不得唐明不让其他人负责 Amanda 的 case 了，原来这么严重啊！唐明医生 ，Amanda 之后的治疗是不是在明城北做？哎，唐明医生不说，就是不想你们知道。病人的病情是他们的隐私，你们出去怎么说我不管。不过在明城北里面，我不希望你们把它当成八卦新闻传来传去。嗯，还不快去工作？走啊！ 你看过新闻了？那些家伙正在外面八卦呢。谁是主治医生啊？我。记者说这新闻是那个主治医生爆出来的，泄露病人隐私是严重违反医生操守，后果很严重的。那些记者乱说乱写又不是第一次了，不用这么紧张。不是啊，要不你想想，除了你之外，还有什么人看过他的病历和检查报告？ 从 Amanda 秘密入院开始，我们就没有对外公开这件事。她的检查报告事后也全面加密，顾问级别的医生也没权限看。反而我觉得会不会是她跟她的经纪人或者助理说了，所以传出去了？你有没有怀疑过叶琴啊？叶医生不像是这么不专业的。你没想过他是故意说出这件事的吗？他跟 Y T 正在明城北开战，你是 Y T 的人。 他想利用这个丑闻踢你出局，让你不能再帮 YT 啊！你会不会是想太多了？是女人的直觉。喂，知道了。唐明医生，阿曼达是不是得了艾滋病？阿曼达有没有向你透露？她接下来的治疗是不是由唐明医生你负责？阿曼达现在到底怎么样？唐明医生可不可以多透露几句？我不知道各位传媒朋友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。没错。 阿曼达的的确确是我的病人，不过，她是出现肺炎症状才来到明城北。基于病人隐私，我只能说这么多。唐医生，唐医生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阿曼达的后续治疗方案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无可奉告。唐医生，可不可以多透露几句啊？阿曼达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肯定一下，唐医生，肯定一下，肯定一下。 哎，你不是进去了吗？看时间差不多，就在这等你了。我看了病人的片子，他枕叶肿瘤的范围不小，这个手术不容易做。再复杂也没问题，我可是杨一涛的徒弟。你要记住一件事，这个手术正常来说可能要4个小时，但你尽量在3个小时内完成。 我保证用不到3个小时。对了，你知道 Ben 要来给我当副刀，我安排了其他人给你。我知道 Andy 吗？不是他，我觉得他不太合适，我安排了另一个。谁啊？待会儿你进去就知道了。怎么是你啊 ？Hello， 李医生 ，It's nice to see you too。那不是我自己要来的，是 YT 急急忙忙要我过来帮忙。YT 要你来你就来啊？你不会说不吗？说不？谁敢对 YT 说不 ？Right？ 我可不想丢了工作。虽然我很开心可以在这里跟你慢慢聊，但我们再不开始呢，就肯定要被人家催了。So， 李医生 ，Shall we？ 现在为病人进行枕叶肿瘤切除手术，生命体征 ：BP 11177 ，Pulse 110。手术刀：吸引管。先开器。们现在为病人清除他颅内的血块。抽吸。 Y T， 血压突然之间高了很多。注入150毫升甘露醇，脑部突然肿胀，我怀疑还有别的出血点。会不会是硬膜外的血块比 CT 照出来的范围还要大？别猜了，直接帮病人照超声波。嗯。用第7凝血因子帮他止血。 到了，在另一侧颞叶的位置，看来出血量不多。哎，嗯，我们处理完这边之后，准备在另一侧帮他开颅。既然病人另一侧的出血范围不大，我想没必要开颅，可以试试帮他做脑室外引流。好，就照你的意思做。待会儿我们帮病人做 EVD。嗯。 手术持续多长时间了？1个小时18分钟，已经比正常的手术时间快了很多。太慢了。放轻松，暂时是稳定的，指数不稳定的话会跟你说的。病人年纪大，手术不可以拖太久。而且我进手术室前答应过 YT， 要比正常时间快1/3完成。你知不知道主刀的情绪？ 对手术的进度有很大影响，请把计时器关掉。做手术呢，没必要盯着计时器，放轻松。要不要给你放点音乐，让你可以放松放松啊？放 YT 平时放的曲子。你认真的吗？ 苏医生，你还没走啊？今天上夜班？是啊，我想出来透透气嘛，不介意吧？请便。嗯，我看叶医生过来只带了你一个人，你肯定帮了他很多忙。其实我在明星当实习医生的时候就跟着他了，我哪有什么本事帮他呀？我来这边只是帮他处理一下肿瘤科那些普通的病人，分担一下他的工作。 我猜你们最近肯定因为唐明泄露 Amanda 病情的事很忙吧？叶医生说唐明医生是副院长，所以他不想插手，交给唐明医生自己处理。不过我听同事说 ，Amanda 好像停下了手头上所有的工作，这件事在网上闹得很大。唉，网友就是这样，最喜欢这种八卦。但是毕竟关系到医院的形象，我想叶医生肯定会做点什么的。 叶医生可能在背后有行动，只是没有说。是啊，毕竟他是联网总监，跟媒体的关系好，人脉又广。啊，可能他在 TNN 里也有朋友可以解决这件事呢。对啊，最近 TNN 有个总监好像经常来找他，好像是叫张婷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张小姐。那太好了，希望这件事可以快点解决。嗯，不打扰你了，先走了。嗯，拜拜，拜拜。 病人硬脑膜下的血块已经清除了，现在进行 EVD。手术刀。引流管。 病人颅内压多少？现在是20、18、16，生命体征恢复正常。Y T， 你辛苦了，接下来交给我吧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最难的你已经完成了。那好吧，你要监测病人的颅内压，还有脑脊液的流量。嗯 ，OK， 没问题。 我比你早出来，赢了。郑奶奶情况怎么样？生命体征很稳定，手术比正常时间提前了2个小时完成，而且枕叶的肿瘤清除了80%。Well done。对了，刚才做手术之前，你怎么不告诉我是 Vincent 做我辅导啊 ？Vincent 处理过不少突发状况。 我觉得你在手术过程中，如果遇到问题，他可以协助你。嗯，以后还是别找一个会影响我情绪的人做我副刀了。OK， 不会了，我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你也累了，苏姨陪我回去就行了。 Y T， 护士说你进了手术室，差不多该出来了，所以我在这儿等你。进去再说。是不是我要你查的事已经查到了？我党友问了他在英国的老同学，原来当年死在手术室的，是叶晴的男朋友。他跟赵婉兰一样，得了一种罕见病，叫做2型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 （MEN2）。 是基因遗传式的偶发性疾病，是不是因为她男朋友 MEN2 发作，所以她亲自进手术室帮男朋友做手术？听说当时她男朋友很多处肿瘤都扩散了，叶晴做手术的时候，家属还不知道这件事。麻烦你了，叶晴。 DNR 之后，就代表你书面同意。就算在病危的情况下，任何医务人员都不可以对你进行抢救。我知道了。还有什么想跟我说？再见了，叶青。 病人出现突发性的状况，主治医生在没家属签名的情况下，也可以为病人做手术。但是最大的问题，不是在没家属签名的情况下做手术，而是她男朋友早就签了 DNR。那场官司持续了半年，叶晴虽然没被定罪，但是 NHS 对她做了书面警告。 想不到叶晴居然为自己男朋友违规做手术，怎么样？叶晴这起官司对你有帮助吗？我还在想，他到底是怎样的人？Y T， 你找我。李振生昨晚在 ICU 脑压突然之间飙升，颅内压升到了25。我刚才又重新帮他开颅，释放颅内压。怎么会这样？昨天送他去 ICU 的时候，他生命体征很正常啊，会不会是 ICU 的护士出了什么错啊？跟护士没有关系啊，是你在手术室没有做好你的本分。我离开手术室之前跟你说了什么？留意病人的颅内压和脑脊液的流量，你有没有听进去啊？我当然有了，我按照程序去做的。自己看。 我看他颅内压降得很慢，所以才决定加大脑脊液的引流量，让他颅内压能降得快一点。你刚说你有照程序做，你知不知道突然引流那么多脑脊液，会导致他脑膜的伤口又再一次破裂出血啊？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。你平时口口声声说我偏心烟，说我不给你机会，你到底有没有反省过自己？ 就算是再厉害的医生，做手术的时候不专注，出现疏忽，病人就会赔上性命。Sorry， 我前天写论文写得很晚。不要再找借口，在我们明城北，每个人每天都很忙，不是就林医生你一个人忙，忙不是出错的借口。知不知道昨天旁边手术室里，燕在为一个80几岁的老人切除肿瘤？你跟他都是 AC， 你争点气行不行 ？Y T。 神经外科每个月有几十个手术，你教给我的都是什么手术？我大部分时间都只是协助你，你要我抽吸我就抽吸，你要我缝合我就缝合，我一句怨言都没有。现在只是出了个小小的错，我就不信哪个医生能做到完全不出错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没错的话，我真的无话可说。这次这件事我会写在记录里。 就算病人不追究，我身为神经外科的主管医生，也绝不可以当没事发生。接下来1个月，你不可以再进手术室。OK。喂，Martin，请假吧。为什么？ 我查过了，Amanda今天会去他经纪人公司那边开会，我们找他把事情解释清楚。这件事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搬弄是非，如果我们不解释清楚，整件事就会越闹越大，到时候想救都救不了。但是只要Amanda肯公开说整件事与你无关的话，那些记者就不会再乱写了。那些传媒不把事情查清楚就乱写是他们的问题，我问心无愧，怕什么？你相信我，我觉得会有大事发生啊。 这件事被爆出来，对Amanda的影响很大。我还要她出来帮我澄清，那就违反了医生应该维护病人利益的专业操守。Y T， 好，我现在过去。我跟 Y T 谈完之后，再跟你说。 苏姨，我想问，是不是你跟传媒爆料Amanda感染了艾滋病？不是。进来。Y T， 急着找我什么事？你尽快查清楚，从Amanda进明城北的那一秒钟开始。 整个医院里哪哪些同事跟这个 case 有过接触？你有没有跟其他同事提过他的病情？找出所有相关文件，看有没有其他同事的签名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 Martin 刚才找我，他说 Amanda 请律师就病情泄露的问题正式向医发局对你做出投诉。